应该先观察呕吐物的颜色，做出简单的判断。引起小猫咪呕吐的原因较多，首先要确认病因再采取措施。常见的原因有暴饮暴食、患有肠胃性疾病、病毒性疾病等。如果是饮食引起的呕吐，主人不用过于担心，给予一些益生菌帮助肠道调理，应按少食多餐的方式喂食。其次，若是肠胃疾病引起的，比如胃炎、吞食异物，可以喂食猫草帮助猫咪吐出异物。如果没吐出来，要询问医生进行治疗。最后，是病毒引起的呕吐的话，需要合理服用抗病毒药物，增加免疫力的药物，情况严重时要及时送往宠物医院治疗，以免危害小猫咪的身体健康。